申訴專員主動調查政府對貨物和實物非法霸佔或者阻街的規管。申訴專員說，因為牽涉多個部門或者情況複雜，導致權責不清或者未能夠及時協調，令到霸佔或者阻街的問題遲遲未解決。申訴專員說，情況持續多年，決定主動調查審研政府的工作，向環保署、衛生署、民政事務總署等部門展開調查。市民有意見或者資料，可以在9月30日或者之前以書面的方式提交申訴專員公署。